艺人周秀娜、张继聪10月19日一起现身香港商业电台宣传新片《女皇撞到正》，两人称这次的合作非常的开心。周秀娜表示，第一次聊剧本时见到阿聪坐在旁边就很想拍这部戏，因为他好多肌肉，还是穿着小背心，自己就可以变得好小鸟依人，加上阿聪相当的幽默，真的是一拍即合。我觉得他是走偶像派啊，但又是偶像实力派。对，我走那个偶像是吗？是偶像加实力。偶像的感觉不是当代的那种，就可能是过去，我或者是将来可能会觉得我这种是帅，但不过就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了，反正就我觉得很开心了，因为我觉得 Chrissy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嘛，那所以大家也常常问会不会下一次再合作啊，我就觉得非常期待。看到周秀娜对庄继聪这么高的评价，以后不如就朝着阿聪的这个方向去找男朋友好了。会选择就是可以沟通的吧，对，还有当然就是要幽默。我觉得跟他合作，我觉得他的帅是因为他的才华，就是你跟他沟通啊，还有跟他共事的时候，演戏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有，就是很有光芒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难去被别人取代的。对，所以他工作的时候跟他对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觉得哇好帅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